有写这个稿子之外，好像还有我们通常像我月三秋，它有那个著名就是用那个油脂包，对不对？我的姜黄素含量高到用那个油脂包，它黑白分数比较重要。有看过刚长出来拔蜡的，它像是没有熟的拔蜡，虽然是干燥，但是很小颗。很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来这边桂田酒店跟大家介绍香辛料的应用。那今天主要的对象都是厨师，所以我也尽量配合着他们的需求，介绍很多很多在料理上可以应用到的一些香料。那也希望透过这样的介绍，厨师们每个都会有丰富的收获。谢谢。